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熊。我们都知道朋友圈只能发十秒以内的小视频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个小技巧呢，可以发长视频，该如何操作呢？咱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在朋友圈发十秒以上的长视频呢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的话，需要我们打开趣推，刚打开的话需要输入一串数字，我会显示到屏幕上。打开以后，朋友们可以看到有个右上角这个视频这个选项，点击有一个微信小视频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呢选择比较长的一些视频，比如说我选择一个18秒的一个小视频。选择完成以后呢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小视频做一下压缩。压缩完成以后呢，我们需要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转发朋友圈小视频，然后点击确定，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跳转到微信。我们再点击一下朋友圈，然后点击照相机这个工具，可以从相册里能选择一个视频，也可以随便拍摄一个就可以。选择完成以后呢，我们的目的是替换上一个我们压缩的视频，我们需要点击一下编辑，一言不合就，然后再点击一下完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圈就可以发长视频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希望这个小技巧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更多精彩呢，请点击右下方关注，拜拜。